百家姓龙狮团。香港夏国璋龙狮团。香港中国国术龙狮总会红拳理论图师队。新加坡南仙龙狮体育会。越南吉港自贡龙狮团。台湾新竹联丰龙狮战鼓团。缅甸丰益龙狮体育会。越南胡志明市金塔龙狮团。马来西亚赫森体育会。新加坡拉丁马市联络所龙狮团。以及缅甸龙的传人龙狮功夫体育会。我们再次来个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十三支队伍。首先呢，要欢迎我们的运动员代表陈静威带领运动员到台上进行宣誓仪式。